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艾米姐姐。今天我和小伙伴们一起来玩一个团结的游戏。通过这个游戏，希望能够告诉小伙伴们什么是真正的团结。你们是在闹哪样？闹哪样？排队排队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现在语音系统团结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子熙伟成，谢谢伟成。好，第一关第二关过去了，梦幻在这里排着队是吗？梦幻，好的。因为如果我要是勇于起身的话，这个视频拍不完，所以我只能做一个那个的人，听到没有？提取一个方块，然后，那我现在从我的身这里提取一些方块吧。方块在哪呢？哦，不会让我把我的保险箱拿过去。哦，小方块，草块不可以提供吗？妈呀，拿保险箱哎！碎片可不可以？这个能不能提取？这个好像也不能啊。完了，这个视频出大血了，必须得要用那个，必须得要有人贡献出保险箱。算了，我作为一个主播，还是我来贡献吧。我贡献一个小保险箱啊，提取一个。提取两个，提取三个，虽然有点心疼肉疼，我跟你们讲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好了，我是为了让你们所有的人都能过去。来，这里踩着先，有没有人踩着？踩一下门 ，OK， 出去。好，看一下小伙伴们是怎么弄的。好，这个是要踩着，你踩，哎。我都牺牲了我自己，你们为什么要往前冲？小伙伴们都说好了，我们说好了的，要团结的。哇，西伟成你真的好好呀，小伟成一直在等着。哇，梦幻也是，我要特别的嘉奖你们呀，你们太好了，我们一定要团结啊。又有人贡献了啊，又有人贡献了保险箱，但是我就很不争气的掉下去了。我现在估计活不到那个地方了。乐翻天，行，那我还是做一个团结的人，让他们过去。有没有人要死过来呀？死过来的话，那你过来踩一下。OK， 大家排个队啊，先死后到呀。梦幻一直在这里踩着，哇，好感动啊！那我过去。OK， 这把一定要好好。怎么还有人打人啊？懂了，南宫岩辛苦了，南宫岩是可爱的。又在这里踩着，这是你什么河中鱼啊，过来了。王一离一个人下去拿钥匙，有没有人下去拿钥匙？好，我的天，我买好了，小可爱快点拿过来。哦，还可以飞上来。有开关吗？没有，千万别给我放歪了，小伙伴们。我是河中的鱼鹅，我也是。你放啊，桃花小心点哦。好，走，接下来这个是什么关卡？要踩着让它出来，对吧？拿一下，哇，已经有人在那里不择手段了。哦，可以，那我看一下上面写的什么东西。你们团结的非常好，快去拿着箱子救其他人吧。哇，这里面有很多阴沙块，原来它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。那这个饭店你是疯掉了，癫掉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癫掉了？我来成全你吧，成全你啊！这么难啊，这么难、啊、你皮太厚，还点虫继续探险。哎呦！还好我可以重新。哇，已经有人比我更厉害了，可以，优秀，太优秀了，可以垫好多好多。我就不垫了啊，虽然我手上有很多的阴沙块。Go！团结一心，比的是什么？是不是有病？是不是有病啊？感觉这个人是有病，小伙伴们，过来，赶紧过来！哎呀，差那么一点点掉下去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团结，只有团结了才有可能有胜利，听到没有？如果每个人都抢来抢去的话，根本就赢不了的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这个视频到这里的话就结束了。喜欢艾米的话，别忘了点点关注哟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